唉，谁在你啦？你坚持要饲只小鬼啊，在你身躯边啊？我无意见啦，暗哥歹听话啊，我先打进前哦。那是有人想空想胖，要抢我后脚，想要搞我烟火倒，啊，就算讲伊是你的人，我嘛赶快来放伊耍。免讲话讲到这尔凶，非得我不准你卡着子涵。陈明宇是我的好心，我拢敢给伊安怎？伊一定我敢唔敢？子涵，那是安尼说啦，伊原本都看老板每一个人就袂顺眼嘞，伊不是针对你啦。你应该嘛认为讲我老赖受气大气大吧？拄则我已经讲过，只要你愿意留在我的身躯边，我就足欢喜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上好的资源，管你是要出国读书还是安怎。我拢会全力支持你。爸，好生终生做到到啊！当年老兵员，伊设计陷害你。甚至想要把咱陈家的良媒气运淘汰去，我就会规个罗家拢计散体，无罗家的人死也死，倒也倒。尤其这兄啊，想袂到竟然袂堪这小小的打击，规个头壳煞无啥正常，这个真正应该罗起柱食袂过迄句话，报应。拢是报应。小雨姐，咱的复仇计划完完全全成功啊！欢喜啊！小雨金玉早就已经放弃我这个老爸了。计划这久，得到最后的胜利，是种欢喜成就，肯定是无人会当跟我分享。陈忠贤，宋啥？你的什么表情？什么眼神啊？我捌跟你讲过啊，我这支手嘛是要留给你的。当然嘛要跟你对调调，啊，无我的手残是要给你啊。所以，
我来把行李看看嘞，传阮亲戚来才找你啊。我你这么想哪？拢无要甲我应一句啊？方慧啊，你袂记得啊？即摆我的后生新妇拢伫你家，我当然嘛爱缀因我来家，对不？安尼毋才叫做真正一家啦。唔对，应该讲，当我的手残啦发威了后，甲你克死啊！安尼，阮一个口啊，同个顺利接受你这一切，对我来讲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团圆。你真正认为你的纠缠真哩有路用？另外，但是，还有今麦说所有的一切，你已经表示我早就破除你的纠缠了。你真正认为你的纠缠，还有我都甲纠缠甲死？你真歹讲哦，凡说你这登记做皇帝无外久，你这当家大少爷，拢还未享受着当家过去的光荣，就给我做了平克死啊！就去守旧备案，是讲若是这样哦，你慢慢烦恼啦。我一定会烧足济足济金银财宝给你，让你有够用，让你伫个另外一个世界嘛过甲。就逍遥，就自在。朱丽萍，我知你对我无真心，我只要看你要变啥样，阁会当对我安怎？陈小姐心机这么重，绝对袂这么简单就相信我。若是无愿意和阮留恋，那安尼我的计划就失败啊。陈阿伯。你若是因为之前我对你无礼貌，所以你无愿意接受我跟阿妈，那安尼我直接跟你回死的啦。嘿，唔要，啥来个回死的？无煞个高情啦，摇摆哦，卖着准路煞啦，不能去把伊煞着大。来，走。四十年前啦，无意外，原本你的行李还有你的计生，就应该搬你来这个厝。虽然讲我晚较侪年啊，啊，不过这嘛表示讲咱这对古精灵是另外一种的圆满。你像你讲命运由我不由天啊，结果你嘛赶快那叫天公伯下安排，又过来个家。这个注定好啊，咱两个人也是要行这个会，所以留在这就好了。因为我嘛就想要看卖，到底是你的纠缠较厉害，还是我的命较硬？到陈良贤，伊阁真正愿意予咱留落来。不管安怎，咱头一步的计划算是成功啊。阿妈，所以咱爱较细腻的，嘛爱有耐心，一定会当找到机会，甲陈良贤泡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要用晴天的身份好好活下去，不然是为了铁路加报酬，也是为了晴天。是讲你连这样只是我介意的款式啊？因为你是我上心爱的太太，你讲过的话，我每一项都会记。姐，是我甲家风讲的啦。我是你的哥哥呢，当然知影你介意什么款式啊。好，那安尼你敢会跟我做一起啊？你若唔去，我嘛唔爱去。姐，放心啦，不管你去倒，
哥拢会陪你。好，好，这样呢，做先哦。我今前跟阮同学做伙耍的办公会啊呢。那安尼，咱今麦就做来去耍办公会啊，好不好？我罗家峰姓白姓秀大婚，人家所提文员，今麦怎样会变咖呢？我实在无爸，会当好好照顾伊，所以请你会当守护伊，会平安、健康。当先用这款方式弥补你一个简单的婚礼，请你卖误会，我不是不爱你，我只是不愿意把你放下。婚纱就是这种感觉。请你相信我对你是100%的真心，无论你在哪位，我的爱都会带你，等你去的那天，等我报仇完满的那天，能够继续咱这世人还未完成的心愿。不要，等我完成我的心愿了，我就把金玉带回我身边。我了解了，我会好好照顾金玉，你别烦恼。来，金玉，别惊，我来接陪你。金玉，在我去找你的时候，这段时间你不能把我放不记哦。没问题啦，我记得很好的哦，不是你可以问小雨啊。你说的话我都相信。金玉，你要答应我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关心我。嗯，你也是哦，啊，我一定会照顾我自己的。你对我不是囡仔。咱做那场就上好不好？你不要做那场好不好？